酒店就五星级啫，呢间专系卖葱饼嘅餐厅都有五星级咁犀利，入去食下先。呢间五星级嘅餐厅食嘅并唔系咩山珍海味，而系韩国传统地道美食大葱煎饼。咪睇小呢个葱饼啊！喺朝鲜时代，釜山葱饼就曾经用嚟进贡俾皇帝嘅地方贡品，而呢间餐厅开店至今已经传到第四代。 可谓葱饼界嘅龙头大哥啊！今日我就有幸得到老板传授煎葱饼嘅技术，唔知系咪想揾我做第五代传人呢？咁即系好简单啫，总之师傅做咩我做乜咁啦。哇，好热啊！我心话佢呢个嘢都好热噶，呢啲虾嚟噶，好似。我好似未洗手，我再攞多扎葱。哇，好热，啲油好淡啊！等先，哇！ 哦，哦，OK，多啲油，多啲油，我都几肥嘅喎，原来，起码用咗两壳啊，系呢个自家制嘅酱汁，哇，好热啊，好热啊，好热啊，OK，no，no，系啊，佢肯揾到，哦，因为啲肉咧唔熟啊，我要摊开啲。 你记唔记得人哋啲葱咧？好整齐一条条，我啲葱又打横又打洞。诶，吸住，喂，睇我嗰几十分啊，个盖冚晒。